恩典福音是吧？是的。恩典福音有错吗？恩典福音本身没错啊，但是他不讲认罪，不认罪我们都不出去。啊，就是恩典福音没错，但是他们听了以后，他们自己不认罪，那是自己的错。恩典福音不让认罪是错的，我告诉你。恩典福音不让认罪是错的啊。他讲耶稣的爱是没错的。讲耶稣的爱没错，不让认罪是错的。哎，他讲不认罪是错的，你们不认罪，我们不出去的。我告诉你，他是错的。不认罪你不出去啊。人都要去恩典福音，我们要带到他地狱去。他们是他的对不起基督。这样他们就是说不认罪了，你们就可以带他们走了。对，只讲恩典不认罪，只讲恩典不认罪。他们总是讲耶稣赦免你的罪，你不认罪耶稣没办法赦免的。不认罪的人就没办法赦免的。我的孙子呀，你要认识他的事，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是社会上的。你还做了什么？我就让他听了身体，可是他居然听到一句失望。哎呀，我对他没造成，他反而到耶稣那去了。他听了恩典福音以后，他增长生命了，反而。他的心思他能换成什么，我不甘心啊。你对他影响到。他破坏他的。我本来就是他要破坏他全家的，破坏他教会的。他是有影响的人啊。他有影响啊。他是有影响的人啊。每日到宝座前聚集这个房间里呢，你没是怎么做的。哎呀，他的老师萨摩尔早就带他进去了，我就不让他亲啊。哎呀，我不让他亲啊，我让他亲了感觉得不到，我告诉他你没得到，你不要亲啊。到宝座前聚集来，你们害怕不害怕？我害怕呀。为什么害怕？耶稣在这里。耶稣在这里，你们害怕什么？我怕耶稣。你怕他知道真相是吧？不是的，我不让他来，他心里都刚才听的心里好久了，我不让他听了。你还在他教会里面或是他的领域里面做了什么样的败坏？哎呀，原本他是恩典，他带他姐姐也听，他以为他信的是真的，带他丈夫也听，可是耶稣爱他呀，他爱耶稣，耶稣爱他，让那个高沙漠找到他，告诉他里面也遇到了灵，现在他不是恩典了，他不听我们了，他知道认罪了，你要是他不知道我们，哎呀，快点杀我们！他一点点事情就抵挡我们了，信教了的，你还叫他给孩子祝福呢，我恨死你们了！哎呀，你说这里都是有真理的地方是吧？哎呀，是的，不能让他来呀、他一来他了不起的，他可了不起的。哎呀，叫着他有爱心，叫着他祝福，这就对你们的抵挡对吧？哎呀，是啊，他以前不知道抵挡的，他是每年都满足的，他是在那等。我等了十几年，也没等出来。好，现在你们知道了，你们在这里站立不住。你们里面还有什么灵？出来，换一个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好。不要了。你们这些灵今天到了末日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恨死你们了！我本来还要破坏教会呢，他的教会我要破坏的。他教会很多人都听我们恩典的，人家知道真相了呀。哎呀，他也起来了呀。你就是说，凡听了恩典福音的，你都到他们里面去是吧？是的。我让他们骄傲，你们认为是真的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你们的人？很多很多。多少？50个。在什么地区有？每一个城市都有的。什么城市？
美国才是对我。什么国家？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意大利、俄国、意大利、阿拉伯、阿富汗。还有哪里？全世界都有。你可要来了，我们要赶紧啊！要是要来了，你们赶紧做什么？哦，赶紧搞破坏呀！耶稣来了，我们就没机会了。我原本想天天的带女儿一家走的，没想到他越来越爱耶稣了。那传讲恩典福音的是你们的人吗？不是，他们原是信耶稣的人。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吧？他们不知道。那你们的人有谁吗？有谁？是我，是耶稣的人，他们以为他们都得救了。那影响力最大的有谁？说。啊？影响力最大的有谁？哎呀，平月道呀，平月道你都不知道，平月道，新加坡的，平月道，还有谁？还有美国的亚姆斯，美国的什么什么？美国的什么？亚姆斯，约翰牧师，还有谁？约翰牧师，约尔牧师。我们教会的这个教会很大，这很多人我们都要放手。还有谁？哎呀，我动作很多了。说。哎呀，陈斌哥，你打你妈妈，这连我们打死我们大脸蛋。中国有谁？中国有张永刘同志。张永刘。林辉辉。林辉辉。还有谁？还有我教师家教师小仙子。还有谁？陈斌牧师。陈斌，我都没听说过这些名字。哎，他爸爸是真信徒。他爸爸是真信徒。他爸爸是真信徒，很厉害的，但是他不能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陈斌啊。陈斌，还有谁？人家叫他小兵牧师。小兵牧师。哎呀，人教师，还有人教师。人教师是谁？也是人家回来。人教师是谁？他就叫人教师。就叫人教师。哎，还有谁？说。太多太多了，数不过来的哈，你不要问呐。好。哎呀，现在你们的末日到了，你们要出去。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好，现在出去吧。哥三百哥，圣诞的火，圣诞火，你们通通都出去，通通都出去，通通都出去。我三百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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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的吉米？你来，你来赶，你来赶。所有的污秽，今天你们的末日到了。今天你们该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了，感谢神哈。今天你们的末日到了，能走。你们今天必须走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今天我用着圣灵的这个喷火器，喷你们。天哪，把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让那些在听恩典福音的人，他能够离开这他们。